话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跟众生是很有缘的。前几天呢，有一个佛弟子啊，他说：“师父，我的缘终于到了。”我们就赞叹他，随喜赞叹。我说：“你怎么来的缘呢？”他说：“我好坏呀，我真坏。我年轻的时候啊，所有说得出口的坏事我大概都有干过。还有这个字很直接。后来啊，我出差啊，到一个海，就是滨海的一个国家，我每天啊杀入战场啊，桌上有多少条生命我从不管的。那一天呢，我就点了一只大螃蟹。哎呀，你知道，螃蟹好吃啊。然后啊，我就剥开这个螃蟹的壳，因为这螃蟹很大。然后大家就说：“哎，照个相，照个相。”于是就要拍这只螃蟹的蟹黄，这螃蟹有多大，就拍下来。那一张相片呢，回去放在电脑里一看，曝光，外面全部曝光，就只剩下这个螃蟹的壳跟中间一尊蟹黄，什么都没有，旁边的菜肴都没有。他说我看了之后就毛骨悚然。就毛骨悚然，想说那个感觉，因为他并不是佛弟子，他家里不拜佛不念佛，他只是觉得那个怎么那么明白，那一看就好像在寺院的东西。三天后啊，吃完了，对对对，杀入战场啊，吃完了总要去游览啊。啊，那天导游啊，就是带啊带啊，游览完之后就给他们停到一个寺院的前面，就跟他说：“这足灵的哦，这足灵啊，有求必应。”想着讲，安尼回来股票可能会赚一赌啊，就进去求，跪下去，人爱跪，伊嘛无啥要跪，一抬头，他说：“哇！”就是那一尊，不是毛骨悚然，他根本就无法呼吸。啊，一个头就好像什么东西这样炸到的，回去到饭店，整夜不能睡，眼睛里就一直出现。就出现那尊菩萨的样子，他又把那菩萨拍下来比对，啊，有个纹样。他说：“原来真的有菩萨。”他跟我讲：“吃了这餐之后，不要再吃了。你的念头要变了，回家吧。”回来之后啊，就有一个善因缘，有人就带他去佛寺礼佛，开始听经闻法。在听经闻法的时候，他发现佛经里的每一句都在说我，都在说他自己。他发现世尊所说的很多故事他都有发生，那又讲到觉性的这个部分，他又认为他有，他自小就是为了叛逆他自己，就我们刚刚讲的，你可能里面有好几个恶魔对话，可是你就偏偏选择叛逆你自己的知，
你就要纵容自己那个满足的冲动，然后那天他就说：“师父，你认为我应该念哪一尊？”啊，干嘛不？我需要问，根本不需要问，这是缘，对不对？还有法缘，说这个观自在菩萨，每个人都有他的一段因缘，对不对？我也跟观自在菩萨有一点小小的因缘，他救了我。他也救了我对生命痛苦的解读。在我过去啊，对痛苦是无法跳出来的。我总是觉得当人很苦，苦到极点。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感触？那为什么世界长这个样子？为什么每天看到很多而无法去帮助？这些种种让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世界。然后看着观世音菩萨也好遥远和陌生。在有一次非常非常无助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无助，我就闭上我的眼睛，然后念一声而已，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就念一声，眼泪掉下来，念一声，眼泪掉下来。真的有这样的菩萨吗？我好像也很柔软的看到世界上所有的苦厄，可是我却不能救苦救难，连自己都身溺在痛苦的深渊。念一声，眼泪掉下来。当这个眼泪掉下来的时候，似乎好像菩萨在叫我，好像菩萨在叫我说：“孩子啊，醒醒吧。”就这样，就醒醒吧。那这个醒是要醒什么？到底要醒什么？我都一直以为我是醒的呢，可是到底要醒什么东西啊？这个疑，这个疑真好，到底要醒什么？所以观自在菩萨给了我这个醒醒吧孩子，让我有一个探索的主题。虽然很小的时候就有探索的意图，可是无从下手。醒醒吧，重新所有事情不一样的角度去读它，就有了不错的斩获。在这里我们就要了解观自在菩萨第二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行就是观行或公行，大智度论讲智目行足到清凉地，就是智慧为目，行已足，就是智慧当我们前行的这个导引。那我们要真正的去行，也就是实践的意思，这样才能到达清凉地。
所以修行就是要用智慧的眼睛实践于所有一切当中。修行注重目足双姿，解行并进，也就是我们要用智慧之眼来看所有的一切。当你用智慧来看所有一切，你的言行举止才能一致。而这所有一切因缘缘起的时候，你要不断不断的实践它，你要不断不断用正确的态度，身口七支，正确的行止，慢慢的才能够真的亲证人生的真谛。我们要如实的去体验佛所说的智慧跟境界，除了解以外，你绝对得行，也就是实践它。所以光知道只是知见啊，不能产生绝大的作用。虽然有一些你偶尔会参考参考，道理好像比较开阔一点，但不能够真的证那个自在解脱。这个行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这个行，行有分好几种不一样的行啊。声闻行就是修四谛证罗汉果，缘觉的行就是由观十二因缘而证辟支佛果，菩萨行就是修六度万恨普度众生所证的就是佛果，这个都是叫做行。那我们开始要怎么行？其实第一步都是从自己原地出发，而这个原地是哪个地方？就是清净的这个地出发。所以如果我们要行，第一你必须站在正确的地方踏出你第一步，就是最简单的。那我们如果要见次，要学声闻，学缘觉，学菩萨，都必须把你现前的起步的这个点先弄对。所以三乘的修正都可以叫行，那不管你是什么种性，先不考虑，我们第一轮只说你站对位置就好。你要如何真正把握这个点？那他讲行深，深跟浅它是比对的文字啦。在经论里面谈到声闻成证阿罗汉果嘛，辟支佛就是缘觉证辟支佛果，藏通二教跟别教三贤的菩萨也有行六度。那以上所说的这些都会有所体悟，修行只要你有真正实修，不可能没有答案，一定会有答案，绝对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世尊，一定会有答案。但是以上所说的这些呢，他所证得的智慧不够完整，他所证得的自在不能够究竟圆满而自在，能自在在一种状态下也不能够圆满。所以这些以深跟浅的比对而言，这还是叫做浅般若。那菩萨在修行的时候是深般若，因为他不是只对于个别的看懂我空，就是人空般若，他不是只破我执，
他还修法空般若，破我执，又破法执。所以证得空，更了解不空。毕竟达到空空，所以三惑缘断。三惑，再来二死永亡，证入中道实相第一义空，这个就是大乘菩萨所独修的行深。所以这个地方在讲观自在菩萨，他最后证得自在，是因为行深般若。那我们才知道，要行深般若，可能第一步不要想太远，就先这个点抓对了，从清净地出发。一四谛十二因缘，一六度，这些都是生命的过程。没有一个人没修过苦集灭道的，也没有一个人在成佛之前看不懂因缘呢。十二因缘呢，没有一尊佛他没有度尽众生，所以这只是你的路线问题啊。不用谈大小，而是要知道必然这些都是得走完的。你说十二因缘是不是从四谛开眼？行菩萨道的时候，众生在苦集当中嘛，对不对？所以众生在苦集当中，菩萨行六度，难道不知苦集灭道？修过道而灭苦谛吗？灭苦。所以这些如何深如何浅，不用管语词，而是要知道终究达观自在菩萨果德之位，这些全部遍修，由浅入深，没有天生的大乘根器。因为人是活在自己所懂得的关系法跟世界中，那你有些时候会看到别人，会忽略了自己，这个就是有宽了，有广了。有的会看到不同界的众生，不是除了自己以外，那这是更广了。那深度呢？你看得懂某一种层次的道理，看不懂另外更深的含义，这个也是差异啊。没有天生的世家，对不对？这个过程就有待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样比较简单。如果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知道菩萨最后都得修完全部，那可能在中间我们就会有一个满了的以为，就以为自己达到了某个截止线，其实这个才是最恐怖的，这才是一个最恐怖的想法。因为会让你关在某一个自己的世界跟自以为的境界，这些的体会啊，都是有赖于自我检责。我常常是鼓励同学啦，说修行你都不用跟别人比，你要跟别人比哈，哈，你一定会丢来凶。你全部都不用跟别人比，你跟世尊比，这样就好了。伊袂让你丢伤，你也要惭愧，安尼尔。你都不用跟那什么法师谁呀、啊、同参道友谁比，有什么好比？
他一条成佛大道，你一条成佛小径，是吗？跟谁比？他都不是佛，你有什么好比？你气死你自己！你赢了又如何？我会给你一朵莲花吗？你输了又如何？在你的心中只是五蕴啊。随喜他人，然后自己在这上面就学佛吧，不要比啊。有的人爱比啊，比来比去，自己第一名，笑死王大呆。第一名是假，第一名是假的，知道吗？菩萨都不比第一名的，知道佛受记，知道佛跟你摩顶受记，你才知道成佛有望。你跟谁比第一名啊？佛又不跟你受记，颁奖第一名奖杯，知道？所以要计较分别哦，容易产生慢，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乱七八糟的结构。这里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时是变一切时啊，并不是有那一段时间而已啊。同学这样知道吧？为什么会成佛是无间修？为什么不肯修学的修行造作恶业的人也是要入无间地狱？都是无间啊，都在讲这个时间的观念。所以如果你在修行里面没有对象，而全部都是对象，没有主题而全部都是主题，那也就实咯。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对象跟主题的重点，那就住，那就是对于某一些特定的著作情形。所以没有对象与没有主题，不是没有，是所有，这个才是行深呢。那个实就不是概念的东西。再下一句，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什么叫照见？照见是能观之智，照就是观照，见就是彻见。讲简单一点，观照就是使明白，彻见就是达明了，观是要使他明白，就这个运作。见达到明白了，所以任何事如果不明白的时候，你要照见。那照见要照见什么主题？什么境？是五蕴，达到什么皆空？这个就它的过程。凡夫呢，他不是照见，凡夫是年望发光之妄照。是对这件事情产生在我心里的一个揣测现场，不断的演练，这叫妄照，用虚妄的情势来看这件事情。凡夫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愈想愈生气，对不对？
有的人开始一点点，哇，回去越想越不对，越来越气，越来越气，越来越气。菩萨是般若智照，是用般若的智慧来照破这个所有的一切情境，差很多啊。那凡夫呢，是随尘流转之妄见。刚凡夫的照是妄照，现在的见是在这里流转，一直产生出来虚妄的见解。所以凡夫有没有在照见？以妄心成立妄见，也真的很会照，也真的很会见。我们又另外可以改成见照的照，照建立的建，像这种虚妄中的捕风追捉影啊，无中叫什么生有，无中生有，虚幻的意识啊，创造无限，这都是很痛苦的，对不对？照破就是要照见，所以这个照就是能把虚妄破，而见呢是达离体清净毕竟空的道理，这样才叫照见。这个照见五蕴皆空讲的就是实质在修持的时候观照发生了作用力。那了解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所谓这个色在心经最主要先破除的是个人人生的这个四大。我们对于世间上所有外在的存在，这个存在的相状是不可能否认的。就像我们一直强调色不可灭，你不可能改变物质界里面的因缘和合，但心经里面最主要讲到的是心法，重点是每个人对于自我存在的过度恳切的错误以为。那我们对于色如果以外界的存在，我想基本上大家已经有一些佛法的知见，对于个别的这个色要来解析五根是它的内色，世界的五尘是外色，而外色在修行人达到某一种基础，对于外在的存在其实是比较淡化了。所以对于这个迷色的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比较轻，但是这个色却让每一个主体也就是个别产生受想行跟识。这个色当然刚刚讲到的是物质界，最重点是要破除个人，个人的这个色执身的执着。受呢，受就是五根里面的五识，领纳五尘的现前，也就是现前的境界。那这个时候产生的接触点，领纳纳受的这个感受，那基本上呢是以事为体，受以事为体，所以你才能够受。这个是讲有情众生嘛，这个想呢分别五尘缘影之妄想，也就是我们对于结构起来的这些东西产生了思维，也就是心意识里面的一个运作。那这个也就是人最珍贵的地方。有些时候啊，众生活着就觉得他能思能想很讨厌，
也就是产生了很多烦恼相状。但是呢，你看动物跟植物，它就想上面的次第就没有如人类那么的精细，这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一个运作。行呢，所谓的行就是念念不停，这里面呢是有运作，甚至于行于外，有内行与外行。现在是做最简单的解释了，等一下再一一再讲。这个是讲的就是色的现前、受想行最后结构起来的答案。所以这个是一切善恶种子放进去的地方所依存的。因为五蕴的结构积聚起来三惑，也就是由于凡夫众生色受想行识不断的在一切时一切处里面不断的运作结构，所以积聚三惑，就是见思惑、尘沙惑跟无明惑。那观自在菩萨他如何照见五蕴皆空？这里面呢，当然呢，我们对于五蕴皆空怎么照破，总是学着学着就是在学这个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一个作用力，能够把握而做得好，我相信这个人很快就不会觉得世界有那么的脏污，而自己有那么多的想法。所谓敌人的建立，其实都是内心，不是外境。你今天是凡夫，就有凡夫的想法；今天你看所有的事情，就有你对于事情的解读。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加诸所谓任何的外在理由，而自己可以不断的变现。那讲到这个观呢，大智度论里面讲啊，这个照如人执灯照物，若人不知般若，以智慧明照之令之。就是这个照就是一个动作，就好像有一个人提了一盏灯，把这个物照得很明白。那很明白了解这所有一切，所以这个照是这个动作了解的一切实相，这个就是产生了般若的智慧。所以这个地方他又讲以智慧明照之令之，要照本身也是具足智慧啊。你要照的这个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动作是所有人本来皆有的能力。如果你还要假借另外一个学习才懂得去照的这个动作，那么就有点不了解佛性觉性它基础的作用。所以这个照本身就是观照，就是这个动能。而见呢，就是现前所有的一切很明白，亲自证之，就是你自己真的完全明白。照跟见两个加起来，其实就是讲觉性完整的使用而明明白白，这就是本来的功用。每个人本来的觉性，也就是佛性，以及本来的智慧，不假外求。观自在菩萨，也就是菩萨，他就是懂了使用这个观照的作用力，产生明白没有错谬的实相答案。那这个智慧，其实照也是智慧，就是觉性的用。所谓见也是智慧，就是实相的智慧。楞严经卷六里面讲啊，
净极光通达，即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这还是在解释这个照见。如果你不要依附着旧有的五蕴的基础，也就是你不要把过去的答案的以为资料库拿来作为基础，而是用清净的这个觉照的能力，这样遍照所有一切，内心是平静的，一切的光明现前，所有一切你就看得很明白。这个时候所得的智慧就是般若智，也就是实相。却来观世间，当你达到智慧现前，实相智慧现前，你再回头来看世间，讲的就是过去你的想法，纷纷扰扰，那些杂染的东西，犹如梦中事。其实那些就像梦一场，曾经发生过，却是在一种情绪，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那先跟大家解释这个，无非就是要强调于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就是善用觉性照了一切。对于凡夫而言，现在的所有一切好像真；对于菩萨而言，在未悟之前的一切如梦中。这个就是所谓真假真假的各自定义。那我们谈到菩萨自己以观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为了就是要断除自己的一切烦恼，这是自己的作用。今天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第一轮不用谈度一切众生，先谈度自己的所有烦恼，也就是你知道这五蕴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这个五蕴是要怎么去勘破它吗？如果能够指认这一切，那么你就不会陷在那个瓶颈。就像你身上沾惹了很多的臭秽之气，很多的污垢，但是你习惯了，你不知道其实这些东西不属于自己，这些其实是外来的尘垢，你只是习惯在的里边。当有一天你发现其实这并不是我自己原来的相状，当你指认这个是虚妄的，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无形无相，自然消失。因为五蕴是没有办法具体拿到的东西，所以它才能空。那对众生来讲，这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是讲自己，度一切苦厄也讲自己。但同时，如果菩萨能够帮助众生，普度一切众生，以他所知，以他所能的这些来帮助众生开眼这样的办法，那么他也叫度众生。但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特别琢磨的地方。那谈到这个度一切苦厄，菩萨是以闻思修证得五蕴皆空的境界，所以智慧能够显现得解脱。这个智慧刚刚有谈到，如果你能够先摒除旧有的这些资料库，因为这是是非结构出来的意识，如果你能够先把这个摒除，那么你任何的受不以是为体，它答案就是不一样。任何的色你不以是来解释它，
它都是妙有，基础上是在于那个事的过度，过度自我认为，所以才会一路走下去都是一成不变的死胡同。那这个根本，这个根本慧，也就是清净的，清净的根本的这个觉性产生的力量，产生的力量所得到的答案就是后得知。那菩萨使用这个法门，自己解脱，也帮众生解脱。以菩萨而言，他就是道种智。那以佛，他终究圆满，叫一切种智。那我们现在只是先简略的讲，它发生的基础点在是这个点。那我们来解释五蕴。五蕴中的色是物质的，大家都知道，受想行识是精神的，所以心色二法。五蕴构成我们世间每一个人必要的因素，也就是你活着一定有看到色，你自己本身也是色，物物之间的交流，所以产生了一些接触点，受想行完成了互动，而最后有一些解释。所以受想行三个是心理的活动，那推动着我们身跟口的运作，那身跟口运作之后就结构了它的答案。这个就是众生一贯一直走的路。那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可以下手吗？知道是一回事，会不会用是更重要的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呢，以色不可灭，这个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以外界的色不可灭，因为因缘和就有灭即无，你必须接受，你必须先接受它是生灭。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它是生灭，表示你的事就有错。我们基础上把这个事的这个点，你要很明白。所以它既是生灭法这个事实，也这就是这个真理，你必须很清楚的，在所有的物你可以看得到感受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色法，而它是生灭的现象。你要调整你的事，如果你调整了这个事，对于外界的东西你就有某种程度的不执着。再来看自己的这个人，自己的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体呀、啊，世尊的佛法所说的我的四大跟我能思想的这个觉性，它并不是否认它没有，也不是否认人存在就是非常恐怖的。其实世尊不是这个意思，世尊是说我们今天众生有四大和合的这个色之身，它本身也是色法，而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的染着产生的烦恼相。所以它不是要叫世界上所有的物种，所有的众生一并一起自杀，或是否认于它的存在，不是，他是说抽掉那个错误的烦恼，把那个烦恼虚妄的杂质过滤掉。我们生命之痛苦就是因为太多染杂的东西，而是无形的束缚。学佛就像过滤网，我这样解释啊，同学你勉强接受，因为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词。学佛就像有个过滤的网，
不是否认我这个人，也不是否认物，也不是否认所有的一切，而是这个过滤的网，无形的网，穿透了你的身心，从这所有一切穿过去，然后你所有的杂质虚幻的在这里面消融而无形，它依然设法留下来的是实相，它的所有智能所有留下来的是精髓，也就是实相的智慧。如果错解了这个基础点，那么心经读起来就全部是空空空，那活着就没有意义。所以这里面先讲色受想行产生一种业，这个业结果，这个业你会解释它，这个结果就是世运，就是聚集起来的。那这个世运呢，它的答案装下来，你就好好的投胎转世，一世接着一世。因为啊，去后来先做主翁，就是这个地方。那我们在了解大乘菩萨、声闻的罗汉、一般的凡夫，其实对于五蕴的看法都有所不同。初初在拿到心经，都没有听过古大德或是一些大德为我们解释的五蕴，我们会看到自己心念的起伏，也就是心念的浮动都是恐怖的，这个是偏差的认知，众生的心理活动，也就是这个意识的这个地方，还是用意识来假借这个假名，不了解这个心理活动，这个智能其实就是觉性的使用。所以声闻成的罗汉，他分析空的立场看五蕴，所以五蕴的构成的我，他认为这是空的。五蕴本身这个东西残留下来的这些，其实应该是没有的。他是用一种主观的肯定跟否定来读这个五蕴，所以以个别的修行，他会了解我是空，这个五蕴也是空，听起来好像答案是对，其实他对于五蕴应该是空的这个空的概念是错，就是不够完整，所以他可以消除，也就是他可以跨越自己跟物的关系，对于自己存在的这个过度爱恋也会不在意它，但对于他认为这些是空，我要达到某一种空的境界的这个法执依稀还有，这是罗汉对于五蕴的看法。那菩萨对于五蕴的看法是如实了解五蕴是加了杂质的运作，所以刚刚讲就像一个滤网，菩萨的修行是这个滤网把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的杂质滤掉，所以他看五蕴的现象如果有杂质，知道这个就是掺杂着我的概念、我的价值、我的知见想法，所以知道我现在的这个五蕴是有我的成分在，只要把这个我的成分用滤网滤掉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才是真的出离，而不否认觉性的大机大用。
菩萨如果能够做这样的厘清，他对于生死他不怕，他也不恋着，因为他能够照见五蕴，而不是排除五蕴。如果你用排除五蕴，那么只是进入要没有五蕴的法执的空。如果你照见五蕴，它无自性，用无自性来解释，就不要用空这个字，就比较容易懂菩萨。照见五蕴无自性，这个才是毕竟空，所以他不会厌恶这个五蕴，他的修为就是把这个滤网滤过，而他成就的就是厚德智。所以在生死中度众。